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粉红色的一个餐车在头城，然后两点的时候志明哥就是不老骑士团他们也会回到头城的富达 7-11， 然后去欢迎他们回来。然后今天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我刚到了这个咖啡厅之后啊，发现我忘记拿麦克风了。哦哟，你不提醒一下哦？到底是刚刚放快乐，听到我们在讲。好，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可以入镜吗？你是可以的吗？好，就是我遇到一个女车友 Queen 啊 ，Hello， 而且开心的是，她家跟我家住同一个地方，同一栋，然后不同楼层，以后。对，以后我们就可以常常骑车了，太开心了。他每次跟两位臭男生一起出来，然后我每次都跟一堆臭男生一起出来，太好了，以后可以不用跟臭男生出来了。我们要介绍一下那个 Queen 啊带来的臭男生。嗨，等一下我拨一下头发。你是哪里有头发了？我怎么看不太出来？还有一个，耶！以后 Queen 啊要借给我。好，太好了。然后 Queen 啊骑人400哦。人300，好，然后我们准备吃点东西，喝点饮料，然后等一下准备往头城去啦。现在抵达粉红色古巴咖啡餐车，它是法式可丽饼，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的店家。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要扫描 QR code 点餐，哎，只有你点得到餐。你看我跟这个餐车一样高。老板，我在这。老板不知道有客人来了。餐车也太高了吧。好，我想要咸的什么女儿，依兰女儿。然后还有一个鲜奶茶，好像奶茶，看不到。谢谢小宁，谢谢。刚刚就是想要内用，哎，其他的车友来了，这里别超过了，回转。哦，他们1100的声音好好听哦。哎，你的管好美哦，现在才看到，超美的。哎，这边骑车跟你女朋友来非常适合。我刚刚问啊，有火车？我拍到吗？哎，很开心哎，我最喜欢有火车的店了，我的老天鹅啊，这里有火车，这边有火车，我好感动哦。然后刚刚有问一下，他们说室内区跟室外区，室外的座位区是一个人低消80块，室内区应该就是这咯。哦，这里有写本区内一个人低消80，户外区自己找位置，室内区预约制，有限时及低消。那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在有机会坐室内区吗？还是已经没有位置了？室内区的话，就是每个人要点一个可丽饼混。哦，好，所以有点的人才能进去吗？还是说？基本上是。好，那我可以进去。现在困难的问题来了，怎么吃？要怎么吃呢？是要卷起来吗？对啊，有没有网络说明一下？然后这个是我的鲜奶茶，无糖鲜奶茶。好像顺便分享给大家，就是可以不要用吸管，就尽量不要用吸管。所以我把盖子打开来喝，来怎么吃？它好软哦，对，它是软，它的饼是软的。行不行？那个蛋。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进来室内的需求，就是要点一个松饼跟一杯饮料才可以坐室内，然后也是才预约制的，就是要跟柜台讲过才可以进来。可以了。你咬一口看会不会怎么样？好吃吗？感觉很不错。我喜欢就是宜兰很多餐厅都是有鸭嗓，因为他们用在地的那个食材。从何下手呢？我？
火车站。哦，就需要挤开。哦，挤爆。然后把它包起来。对。对。尾巴。好。对。就是这样。汁会不会都流下去啊？哎、欸，哪有人家在王美店吃这么丑的啦？哪里？刚才不是剪裁判留下来了？那还有？好的，我现在已经回到新店了，然后今天做一个总结吧，心得分享。骑车有时候真的是要大家约，就是有人约你，你才会想说哦好啊，去哪里这样子。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喜欢就是自己骑车，然后不管是要超车啦，或者是过弯啊什么的，就是不会吃到别人的线啊，或者是不用等来等去。我相信一个人骑车有一个人骑车的乐趣，但是我自己今天很开心的点是因为我今天就是原本只想说哦约几个朋友去头城，然后去那个王美咖啡厅，就是它是法式可丽饼的店，然后虽然是几个臭男生，但是就想说啊没关系啦，就去走走这样子。然后结果在停那个香草园咖啡厅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一个朋友，他姐姐结婚的时候是找我做的，然后因为姐姐嫁给外国人，所以她在台湾有一些事项的接洽都是由她的弟弟，就是刚刚我们 Stanley 的那位车友，然后跟我接洽。我知道她买车了，因为我们婚礼后续还是都有联络。结果她买 CB1000 嘛，就是改全段的那个排气管，超美的，刚刚应该有拍到。然后总之之前一直说要约骑车都没约成，今天居然在平林遇到了，所以我就很开心。然后更开心的是她的兄弟还带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然后非常的自然，而且才大学而已。然后她骑的是人三版，以后就约 Queen 啊，
一起去骑车，然后可以跟他稍微交换骑一下，应该是 OK 啦。那最后的话就是看到那个不老骑士他们回来，虽然我没有对他们多做什么访问，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也都蛮辛苦蛮累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应该也是很充实，然后想要透过这部影片就是帮他们也做个记录，然后这部影片提供给大家做纪念，然后分享这个粉红餐车在头城，就是北宜一下去就到。我觉得有时候骑车就是要个理由，我带着你的后座，不管是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女伴，或者是就算是男生好了，我觉得也要找个咖啡厅坐一下，休息一下，就是有个目的地，然后到那边再骑回来也是不错。那总之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希望你们会喜欢，就是一个爱的日常小跑。好啦，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然后欢迎留言，然后我们也给不老骑士掌声鼓励。我没有手可以拍，好啦，棒棒，下次再见喽，拜拜。